丹妮表姐最近在社群透露，朋友跟她说用交友软体时都是遇到一些很烦的，接着对方让她看一个男生传来的14个择偶条件，这些条件包括身高158公分以上，胸围要 C 罩杯，腿部跟臀部都要好看，职业必须还算不错的，经济能力也要不错，要享受性而且要有很多情趣，要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喜欢美食而且不会限制美食花费，不会一直想买包包或是说要买车买房，一起待在家里会感到很自在，喜欢体验新事物，个性外向，不会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。看完这些条件让丹妮表姐超傻眼，她表示练择偶条件没有错，但这男的错就错在这些你要去讲给月老听，不是传给交友软体上的女生，因为我们女生就会聚在一起很堵然的开始进行批斗大会啊。you